Abraham 亚巴罕细佬掉你老母臭花气，好彩买到太行嘅飞机票，唔系要坐成十粒钟火车至可以游。听埋，翻到曼谷大京都都几系嘢噶。Boss 哥，细个大佬，旧摆向中华民国初年，即系佛历2455年5月1日礼拜三开幕。每日晏昼2点演到夜晚黑11点，半点钟一场，成日演足18场。向香港大马路门牌31号，即系旧拜个田土厅，收尾做咗皇后戏院果树。Abraham 亚拉罕细路，你讲紧嗰个由红玫瑰兼果树间洋楼，内心二大，就捻咗佢。搵人做成火车头拉车厢咁格局，向门口搵刀大声公话，环游世大30分钟。嗰班唐人乡下佬唔能知系乜能够出嘢，伸个死人头入去装装，吊那马，又真系有火车汽笛呜呜声，机轮轰隆轰隆咁声。好奇心之下，科三豪住咸笼买飞入场，坐入车厢。左望右望，汽笛声响，机声喳喳，车轮氹氹转，但系车身唔够喐，车窗两旁就成乡市镇。经过目前地方闹热，行人来往络绎不绝，汽笛频频作响，车长又有讲解话呢树系 Ben 树。香港电车向筲箕湾，山顶缆车向且其山顶落嚟。尖沙咀码头已经去咗石叻拉冰令，又去到欧洲伦敦、柏林、巴黎、罗马拉莫斯货，跟住去埋剑山，好似华盛顿、纽约、金山大埠咁，然后返咗唐山，去咗北平、釜山、东京，无奈已经返到省城大沙头车站，转眼间就系旧广铁路尖沙咀站。车长就话：到香港啦，请归下检拾行李落车。灯光一亮，车亦停驶，人依然向果间洋楼树睇下个表，咁就差唔多半点钟。明明系车厢两边齐齐放映画戏，汽笛声响，车轮空转，仿佛身坐开行嘅火车。都咪话个鬼佬老细唔醒。Boss 哥，细个大佬，不过呢、这个环游火车开咗冇耐，就因为汽笛声、喇嘛打声太嘈，当局为着地方安静，谕令迁出，而鬼佬老细冇办法搵到新地步，所以执鸠埋。